舌头溃疡啊，舌头溃疡，舌头溃疡，本来啊，本来啊，移植中心啊，最近还有好多物资要发过来啊，改造这些的物资要发过来，听了这个信以后，明白了，要紧的不是要赶紧印改造地球的物资啊，应该要把规划好，先把那些精英阶层、统治阶层，要把它解决掉啊，解决掉以后，那么送过来的物资才安全啊。如果不把他们解决的话，送过来的物资最后被他们又夺走了啊，被他们夺走了啊。这段时间除了那个印那个雕像之外，其他暂缓一下子，印是物资暂缓一下子，但是呢，要处理那些经营的那些有关的事情要完全推进。哎，好，知道了。哎，知道了。哎，再见。嗯，再见。